天看恐怖片。你要害怕，咱又别看了呗。炸！我不怕。以防万一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陈一呢？你看他洗澡去了。啊，我找厕所。你俩就在门口别走，外面危险，好吧？你们在这儿，我能保护你，我上厕所。别走啊！自己害怕，自己害怕。你逼吧！我操！我打了他了。你相信光吗？